想升三级，他就是想升三级学一走。那我主播肯定不会这么恶心的啦。 给十一的插大灯牌，嘻嘻，200 Q 一下。 直接 EQ 点 R， 基本上是稳杀的，这个不到半血的血量。 那我吃塔皮有点慢。 这么变态，不这么变态吧？但是这把重伤是要来一个的，吸血鬼、鳄鱼、人马都带点回血。
这可不新月塔，顶不住的。下个大招其实也不亏，嗯，越不了，越不了，越不了。Q 阿点，好像并用不着那么多，一个 Q 直接砸死了，我操！我还想 Q 阿点继续上一波的那个稳杀的方法，他顶不住了，一个单体 Q 直接锤死了。 没事，我韧性比较高，我这把顶了两个韧性，用了吧，这个药留着也没啥用。 先拆塔就好，把它关起来。 只有600块啊，这没事。 就 CD 鞋了，这把优势很大。 阿波被塔打吗？那显然是不会的呀。
杀死对方能获得属性，找这麻烦。够啊，锤石来够啊，够啊，锤石，够啊！我 EQ 一锤他应该死了，坏了 Q3，坏了，我操！跑咋跑那么快呢？太快了！不过是鳄鱼的头，那就还好吧。要是给其他人就坏了，给鳄鱼他现在这个发育很难发育起来了。这不行啊，来个这个吧，假装三件套啊！ 护甲蒙卡都得出啊！没事，我已经想好出什么了。不能被控制抵消了吗？好像说是能抵消的，可能是刚时机放的不是很好。 我把自己关起来了，我操！没事，我们三人数还是两层啊，不亏的。我把自己关起来了，我操！我想的是 QR 先点燃，直接烫死他的。他这个大招回的血有点多，他打我太痛了呀！我最后被破盾了，我也吃不住这一下。 你这么勇啊！包算的呀，啊，只要是一个人杀，那就是单杀。 嗨，还是该回上路啊，这好像没什么情况，队友也很猛啊。嗨，你来吧，我有两层已经心满意足了。
三十块，你以为我有钱？我操，给力！ 所以我现在挺痛的，我准备等对面人上来我再大招，可惜我有点太脆了，现在输的一身都是法强装，哦，死不了，嗯，我操，好快的刀。 加石头，不亏。操作，快帮忙！这不被控麻了呀！我这次 Q， 喂 Q， 菜了吧，下一把了。这 Q3 怎么歪了两次啊？一把游戏，我感觉 GP 够的呀。